杰伦。哎，娜姐，最近在干嘛呢？我除了健身，就是在练咱俩那首合唱《屋顶》，对吧？经典的《因为爱情》。哦，伊森的歌嘛，这大家都知道了，这还需要练吗？你还是认真点吧，别让人陈勋笑话你。怎么可能呢？这歌我在飞机上听一下就好了。哎，但是我有句心里话想问问你。你说。我发现这次录节目的时候，我跟陈奕迅抢人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帮我呀？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呢？都跑陈奕迅那儿去了，这叫帮？那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啊。我看我们现在不大像一家人了，我倒要小心你这颗小草莓了。哎，你，娜姐压力怎么那么大呢？奇怪，还是这个冠军导致，让我来做做看好了。第二季 OPPO 中国新歌声，7月14日中晚9:10全球首播。